那个头顶不舒服啊，头顶不舒服，我看到一个飞碟啊，这样转啊，转在那个面向上扫描，什么叫扫描呢？那个下面那个啊，这样啊，扫过去，然后停掉了啊，飞碟就好像停掉了，然后过来啊，又扫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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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好像在扫的时候，我看到海的一个岛啊，好像在往南边移动啊。岛整体在往一个方向在移动啊，就像那个就像敲棒一样的啊，把它敲了一下子啊，它移过几天，敲了一下，移过几天，敲了一下，移过几天，敲了一下，移过几天，为什么敲了一下移过几天呢？移开的地方啊，插了一根大管子啊，我看到啊，插了一根大管子啊，下面打了好多像凝胶一样的东西啊。你像凝胶一样的东西啊，然后那个就勾起，底下就勾起来了，底下就勾起来了啊，然后啊，我看到那个飞碟在这边啊，反过来的地方，把这样扫一下子，这样扫一下子，这样扫一下子，扫一下子的时候，把那个岛啊又推上，推到刚才垫高的地方啊，那个岛就一头高一头低了啊，刚才岛是这样的啊，被它推过去一点啊，然后这边下面垫高了啊，垫高以后啊。然后啊，那边又推过来了啊，这样就斜了嘛，然后啊，再推过头一点啊，推过头一点，然后好像一个东西把它翘起来一点啊，然后这边下面塞了好多凝胶，塞了好多凝胶啊，然后在这边把它推一下子，非得再这样吹一下子就啊，回到原来位置上了，回到原来位置上以后有什么区别呢？原来位置比较矮啊。被他这么一操作以后，就高了啊，也就是从这边把下面垫高了，这边也把下面垫高了啊，然后这个岛的位置就高了啊，这个位置就高了啊，这个就像那个外星人搞这些就像要玩似的啊，三下两下就搞好了啊，叫泥工去搞的话，10000年搞不了啊，外星人，毕竟是外星人，他有这个能力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